嗨，大家好，我是理查叔叔，这是尤克里里。不过我发现尤克里里在大半夜，像现在啊，不太适合，因为它尤克里里太轻快了。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唱得温柔一点。今天我会讲到两种扫弦的技巧的节奏，一个是右手，一个是左手。这是右手，左手是，它都是有一点闷音或者是切音啊，造成像打鼓的感觉。好，我先来做示范吧。啊，先不说。When a downtown made up to bed, I feel it to try to shut up so out to melt it to feel right through the crowd. But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ue down running to give it my best step, but nothing could stop me. Giving a vision, the rigging again, I turn to win some and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 ba ba da 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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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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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ba da ba ba da ba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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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da ba ba da ba da b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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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The Muse， 好，这是即兴改编的啊。那这里面用到两种技巧，一种就是你看啊，我所有的扫弦的一个小节都是四，以四下为单位，比如说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就是下上下上，但是这样太吵了，所以你要有点区隔，下上，哎，这什么意思？下上第三下是重点。动词大词动词大词，那个大就是第三下，它是重点，所以你要在它 有点区隔，你要做一个用你右手这边有一块肥肉，就是你在弹下去那一瞬间用你的这块肉把这个弦给闷住，好，有点像是切音，也有点像是闷音，下上闷，下上切，下上闷，下上切，然后更难的是四啊，下上就是一二三四，还得回来。一二，好，那我有认识这个掌握的不太好，他会怎么做呢？下上啊，来不及了，那不行，你太晚下去，也不能这样，那也不行，因为你闷太早，要在那个一瞬间，就是这个有点难掌握，没关系，你只要常常练习，你就会掌握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下上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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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上切上，到底是闷还是切？其实我也不知道。哦，跟你们说了，理查叔叔是野路子自学的，所以很多专有名词都不知道，都是自己发明的。所以如果你要找到，如果你要认真学，你要去找真的老师。然后如果你就是真的老师，你就帮我在下面回复一下，我这个到底是什么？下上闷还是下上切上啊？帮我回一下。好，另外这是右手，左手呢？左手就是说，比如说你一直弹一个，一直上下动，但是你左手有时候按牢，有时候不按牢。比如说你看看我的手，这个要你要怎么看得到呢？你看，你就想象我现在虽然按的这个是一个 G 和弦啊，但是这是按牢。那什么叫不按牢呢？就是我每个都轻轻的摸着弦，我虽然还是这个手指形状啊，但是我已经不按牢，这才是按牢，轻轻的放开。轻轻放开也不能全放，全放就变这样就没了。你要摸着它，那很压抑的啊，摸着它，但是按牢就很好听，放开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摸着它又不按牢，就是俗称的像放屁一般的声音了啊。那这时候呢，你可以上下的这样扫，然后你决定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你决定你什么时候要按牢。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 all that needs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sue is our fat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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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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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这个时候就是我没按牢，这第一下是按牢的，那就会有人问我说：“老师，你可以把你的右手的这个节奏写下来？”好，不能。好，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就是要凭着感觉。首先，你第一下要有，第一下一定要按牢。之后呢，凭感觉了，就是你，我看你是什么单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是以八下为单位，所以你每过八下，那第一下一定要按牢。至于二三四五六七呢？答案是看着办。一二三四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我每次都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有。好，所以两种，一种是右手的，右手这个就比较单一，就是动次打次，就是第三下特别。一二三四，哎，一二四，一二四，一二，好，一二三四，一二。它有一种变种了，就是你把这个不要这么明显，轻点，相当于就是扫一下，动次嗯次，动次嗯次，就是第三下低调一点，这是第三下高调一点，第一次大次，动次大次，第三下低调一点是动次，其实差不多了。其实高调与低调，只要跟人家不一样，都是高调。好，右手比较简单，就是第三下有所区别。那左手的这种闷啊，就是没有压牢的，没有按牢的这种闷音的弹法，那变化就多了。你真的要夸张一点，你可以每一下都没声音。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这样也太怪了。所以 ，at least 就是最少最少你要八下的低下你要有声音。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好，你每首歌你其实都可以这么搞，比如说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或者是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或者是逍遥的人啊，假不正经啊，甚至。我要你在我身旁，哦，当然这也很怪了，这么忧伤的歌可以唱得这么欢乐。好，所以尤克里里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就是它每首歌都弹得有点欢乐，除非你轻巧的拨弦，比如说像这样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Bridge Mountain and Shenandoah River Love u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 你看这时候就有点又轻快了。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 and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Out below哦，其实这个拨弦就跟吉他差不多了，哦，就是，你可以强调是147的拍或者是什么的，这些问题你就按我的头，哦，到我的主页看，我以前有拍过一系列就叫做像鼓手思考一样弹吉他，其实尤克里里跟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尤克里里的和弦更简单，而且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弹这 六个和弦，好像没有弹别的了。那比如说你要唱儿歌也可以，我想看啊。如果高兴你就学狗叫汪汪，如果高兴你就学狗叫汪汪，我们大家一起长呀，大家一起跳呀，围着圆圈一起学狗叫汪汪，类似这样的。好了，今天的尤克里里课是第一次，就到这里，拜拜。